不要强奸我，我还是处男呢。想得美。我问你们，乔迪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哼，这种出卖兄弟的事情我才不干。没错，蔡蛋姐，其实我们觉得你是一个美貌与智慧兼具的女生，能够看上乔迪是她的福分，所以我们决定要帮助我们的兄弟，免得会错过你这一位美丽的姑娘。没错，